结果跑去打工。对，那我们这个人他原本是贝斯手，然后后来就被揪去打鼓。对，就一个走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路线。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就对。对，为什么我会转去打鼓？因为我们团其实在去年十二月表演之后，阿奇要准备学测，所以退出。然后我们原本找了一个多月的鼓手，我们找得很辛苦。结果有一天呢，这个天才，他就 FB 密我说，哎，索隆你好像会打鼓哦。我说对啊，我以前都是修鼓啊。好，然后结果大家都知道了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如果大家就是发现等一下哪里怪怪的话，不要太惊讶，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练团，也是我们第一次表演。但我们半年前有练过这首歌，但是对，对，但是如果出个问题呢，还是正常的，对。但是准备是半年。